大家好，救命！来，哦。赢的才可以吃啦，在干什么啦？这样子，来。他都惊艳了。你是在起笑呀？三、二、一。好，你输了啦！用一分钟展示你的爱意，快点对林丹展示你的爱意来。林丹想摸我的香蕉吗？你是在听笑呀？所以现在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你先老实跟我讲，你现在是要林丹呢，还是要香草姐姐？你自己讲。香草是我喜爱的对象，可是林丹是我崇拜的对象。昆尼是你的什么对象？长濑昆尼，日本女神。结拜兄弟，结拜兄弟，结拜兄弟，我爱和你，结拜兄弟你也讲得出来，我爱听一下，帮我跟林丹示爱。林丹，这根香蕉跟我一样大，跟我一样大。希望你会接受我送你的香蕉，好吃哦。我这里还有一根瓜，还是让昆尼先咬一口，你再咬。可以啊。要吗？昆尼先咬一口。好，还要再一口吗？现在这一颗瓜，这颗瓜有被昆尼咬过。对。所以我要慢慢的品尝。所以有昆尼的味道。你先听一下。嗯。哥，我先吃。好。好。这个瓜可以给你三十秒介绍你对昆宁的爱意，这样。甜甜的味道。你是在听讲，刚用闻的可以闻到甜甜的味道。Oh my god！ 不是，我觉得啊，有跟昆宁接吻的感觉。对，有两种味道。好，请说。一个是瓜的甜味，瓜的甜味，第一个，第二个，一个是昆尼的甜味，昆尼的甜味，对，还有第三种味道吗？没有，恋爱的滋味，没错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，人生惊叹号。台湾最温暖、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